京城有一个天河医馆，这楼不高地儿不大，事儿可真不少。他帮助百姓看小病，保护皇上立大功。哎，咱光说可不行，进去瞅瞅呗。医馆大夫朱一平就一小屌丝，胆儿挺大，心挺细，足有超人想象力，阅读神速过目不忘，大脑就算计算机，记忆能力处理能力都是杠杠的。还有那个柳若星，那就是一女神，轻功了得，精通飞镖，弹指如神通，身材高挑丰满迷人，带着一点小脾气，既善良又爱美，还有女人观察力。我就是精神名医朱一平，我没想成为什么御林军，我知道自己应该就是扶贫。什么神功和秘籍，也没有莫名其妙的咒语，我只有一群爱闹的兄弟，这就是名医的秘密。看到了自己拥有的天赋，学会了对抗敌人的套路，没什么可以惧怕的怪物，要到什么？你说朕烦？不是，你还有脸发脾气？哎，就你，哎，我都不想说你。要不是你说的兵分两路走，现在能成这样吗？不是，怎么又是我了？我还没说你呢。要不是你在军营，你能把刺客招来啊？你说你跟刺客什么关系？哎，瞎赖是吧？瞎赖是吧？皇上你圣明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还没怀疑你呢。大白天的穿到万岁出去打猎，你什么阴谋？我什么阴谋了？行了，别闹了。这朕还没发脾气呢。朕受了这么大惊吓，只不过是要歇兵三日。你看你们两个这个横推竖拦的，还有没有点御驾亲征的样子啊？又不是第一次受惊吓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我说什么？谁说的？谁骡子？朕不管你们是谁说的，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说话了。烦死了！朕刚才听刘松说，这一带有一种很珍惜的兔子，非常美味。不对，是美丽。朕准备活动一下筋骨，压压惊。如果连兔子都打不赢的话呢，还怎么去打小王子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看你们两个就和孩子似的。我告诉你们啊，陪朕好好玩一玩，伺候好朕打猎。朕不追究你们神死要犯之罪，来呀，出发！要犯又不是我神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有没有点担待？你是男人，你担着呀。刺客都死了，又没有供词，也不知道后边路上还会不会碰到刺客了。他想自杀，我又没有办法。你不是大夫吗？运气疗伤，这是你基本功啊。你说的那个职业叫道士。哎，那再说了，那他是用来自杀的毒药，哪有解药？白痴问题。你老有道理。这不是皇上说你的词儿吗？你怎么用来说我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为什么出来打猎只有万岁爷一个人骑马，我们都得走着？万一跑了怎么追啊？他又不是刺客，他不是皇上吗？你现在知道他是皇上了。说到刺客，其实我觉得，饶命啊！你别动真的呀！
这里有我们，快回去送信，保护万岁爷！哎，鬼鬼祟祟的，知道惊了谁的马匹吗？哎，老爷，我们真不知道惊了谁的马匹啊，我们就是本地的猎户。我跟你说啊，别跟我套近乎，我不是你老爷，老实交代，不然的话我先给你们扎几针。来人，报故的！别！老爷饶命！草民还年轻，北京人士啊！这老爷饶命！这块不方便说话。 待会营里再说。万岁爷这什么破马啊！两个假老虎就给吓跑了。发生了这种顶级的大事，还用得着商量吗？各位，准备10万大军发出去，满山遍地的找啊，能找不着？这山这么大，所有人散开了放进去，而且互相无法通讯，什么事？你还有脸说呢？你营里面的人在负责护驾，现在惊走了圣上。 你明天早上醒过来摸摸你脖子上面的脑袋，还有吗您？哼，我的脑袋当然有了，可这位赵大人的脑袋就不一定了。打猎前是赵大人派人清的场，现在混进了两个猎户，赵大人，你怎么交代？我怎么交代？我又不在现场，刘大人你在现场，惊走了圣上，这死罪你可是要扛的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刘大人。 您别不吭声啊！您是想出了什么法子呢，还是已经放弃治疗了？你给个话啊！是啊，刘大人，你说话啊！是啊，说话啊，刘大人。现在撤出去，确实来不及了，因为我们的官兵不是当地的居民，进山以后也一定会迷路。不如这样，现在派进山1000官兵，他们互相提着灯笼为信号，跑马往来报信。 这可是皇上丢了是大事，刘大人，耽误不得。现在10万官兵都不敌2个人。您是说猎户和村民？他们常年在这守山打猎，一定有高超的辨别马人技艺。对呀。来人，带猎户。是。哎，将军，猎户正在由朱大夫负责审讯，按他的经验。 这个人恐怕已经……两位听好了啊！我这4针下去，你想不说话都难，没工夫跟你玩啊！告诉你们，现在前4针就省了，我现在问你们话，你们点头或者摇头，听清楚了吗？你是包百的孙德吗？你知道你惊走的是谁吗？ 是啊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个狼，跑了吧！不是，白痴！白痴！你帮我哥哥审他们两个。你能确定他俩就是罪犯了吗？这还用确定吗？刚跑了一个刺客。 立马出现俩假老虎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路上看到两匹人马，一匹单数，一匹双数，这不正好吗？啊！别着急，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什么？皇上丢了，我先扎两针。拜托，审犯人有你这么审的吗？把他们嘴堵上了，他们还怎么着啊？ 大人，老爷，我们不知道惊走的是皇上呀。是啊，大人，你看，我们要知道是皇上的话，就借我们185个胆儿，我们也不敢过来啊。大人，你就让我们去找皇上去吧，我们肯定能找到皇上。我们也擅长追踪啊，大人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是啊，再给我们2-3次机会吧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朱大哥。 别把人给玩死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我敢不敢？我是不是狠人？哎，留着有用！小松子，你是不是傻啊？那两个人明显就是刺客，你竟然让他们去找皇上？他们要是刺客的话，有必要还在这儿待着吗？离皇上那么近，一钢叉不就给插死了吗？ 他们要是猎户的话，皇上打猎之前清场就清走了。
现在能混进去，一定是武功高强，你懂不懂啊？武功高强有必要住刺客吗？啊，这说明他们武功高强，伪装技术高，知不知道？专业的猎户，要把他们给杀了，还怎么找皇上啊？你别跟我胡搅蛮缠，我不想找皇上吗？我不想找皇上吗？我胡搅蛮缠，我问你问题，你还不回答，在这给我发脾气，还要杀了这俩人，皇上都找不着了，天都要塌了。我去，哎呀，现在知道关心皇上了。啊！现在知道关心皇上了，不是之前为了谈恋爱跟大军分开走的时候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再遇着这种事儿，别把俺给我扯进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没扯陈安安。这个时候，陈安根本就不重要。你在这儿干嘛？什么东西洒了？狗血！哎，朱一平，你疯了！会走这条路，朱少爷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你脑子平时不是挺清醒的吗？那马是因为受惊了才跑丢的，马又不会挑路。你说的对，我是应该清醒清醒。只是我觉得这两个人不太靠谱啊，都不来。我也说嘛，提高警惕是应该的，所以让他来。有事儿的时候还能多一把好手。湿软温润，像是刚拉下来的啊！再看这马蹄儿深浅，步伐平稳，马没有受惊，皇上就在附近，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啊！是，快快快！以后遇到事情啊，不能慌。一慌就容易出错，知道吗？你要是把朕给弄丢了，少不了的挨千刀和下油锅，知道吗？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是啊，皇上。哎，皇上别动，草丛里有青蛇。皇上，千万别动，此蛇有剧毒，让我来。大哥啊，你家中有八十岁老母，我来。哎，你这啥玩意儿整的？让我来，你家还三个小孩呢，啊！不行，发飙，给彪的彪。啊！你早说。哎哎哎
壮，你是怎么找到朕的呀？哎呀，皇上，您心可真大，你不着急呀？有什么可着急的呀？朕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找朕的，朕有你们在身边啊，朕有你，有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在身边呢，朕知道一定不会有危险的。皇上，臣来晚了，臣罪该万死。那就死去吧。是。大人，请用刀。去，不用自己的。行了，别装了。朕就赐你一个功过相等。谢皇上。刘儿心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刺客的呢？回皇上，不是属下发现的，是千钧一发之际，朱一品提醒属下的。哟，不居功自傲，让出这么大的功劳啊，不错呀，朕就赏你一个功过相抵。皇上，现在功过相抵都可以当赏了。废话，朕不杀你就是赏你。谢皇上。行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刘英，好吧，该探路探路，赶紧牵马牵马啊。慢点。皇上，请一定要保重龙体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哎，朱一品，朕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就是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发现那两个人是刺客的呢？回皇上，是这样的，当他们说您脚下有七步蛇的时候，我就起了疑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皇上的这匹马。是臣见过最怂的马，两个假老虎就把他吓尿了。你说他脚下有毒蛇，他为什么不跑？还有，臣看见皇上脚下有一种草，这种草叫做鼠须草，这种草是大部分蛇类的克星，有它在的地方，毒蛇不会出来。草丛里有七步蛇，皇上，千万别动，此蛇有剧毒，让我来。再加上之前推断出的种种疑点，臣敢断定，这两个人一定是刺客。可以呀、啊，刘松。哎，你是东厂的人是吧？对。那你脑子还没有一个大夫好使。臣该死，臣甘愿功过相抵。你真是朕见过脸皮最厚的人。好了。虽然今天朕受惊了，但是呢，十分刺激，还算是愉快。朕看这局势呢，歇兵是不行了，还是快快赶路为上。明日一早拔营。辛苦了。朱二姐，我之前呢，不该不相信你的，我就该听你的，都怪我太蠢了，我该死。那你去死吧。啊！哎，有刺客！野生的尘埃出现了。他不愿意见我，估计是来找你的。哎，我走了。不是，朱少侠。有什么话说清楚就好了，哎，别走啊！不是，就，哎，哎，我，安，终于肯见我了啊！你以为我是柳若欣啊？心眼那么小，其实皇上丢了我也挺着急。现在没人管我，我就到营口去等你们了，不是专门等你的。安娜，我之前管你要你爹的啊，不对，你娘的那个配方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要去虐待犯人？当然了，我恨死你了！我不光恨你，还恨我爹，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徒弟？就算你是个兽医。你也绝对不可能做那么残忍的事情，尽管那是个犯人。安娜，你真是个圣母，你这是病，得治。
我想通了，在我心里，我的猪哥哥一定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，对吧？事实上，我还真做了。什么？安安呐，你不知道，在这个军营里面，有很多人，他们生性粗野，凶狠恶毒，犯人落在他们的手里，那才真的是生不如死。我们能用医用的手段，这是帮他们免遭零碎之苦。如果你把他们交给那些武将，被活活的打死，那才真是遭罪。而且你就算打死他，也问不出一句真话。这不也是严刑逼供吗？回去吧。好了，到了。你干嘛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你在我这儿干嘛呀？怎么着，又跟朱少侠吵架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皇上赐的。今天我救了皇上两次。要功过相抵。我觉得我们天河医馆如果跟皇上要的话，估计能要个百八十个。你就不能夸一夸我呀？夸你干嘛呀？你是东厂的人，救皇上那是应该的。你别整天让朱哥哥那个小老百姓帮你们当官的救驾，好意思。行，不好意思啊，先走吧。早点睡吧。哎，乖，猪什么猪？陈家智慧的象征，我就借你戴一个晚上啊，明天要还给我的。干嘛？我就想看看。到底有多美。讨厌。哎，什么哎啊啊七十九，八十，八十一，八十二，八十三，八。前两天不是还有八十五个人吗？死不了呢。啊，殿下，死不了。前几天吃东西，食物中毒，死了。跑得快呢，殿下，跑得快。前天晚上喝醉了酒，从马背上摔下来，把腿给摔断了。混蛋！突然之间死了两个人，我还怎么打成百万大军呢？殿下，少了两个人，区别这么大吗？大吗？比你爹还大！你的智商呢？算了，就这些人也够了。铁拳山易守难攻，我依然能拿到明朝皇帝的脑袋。这，殿下，如果我们按照大明皇帝的手，只是假装打架，摆个姿势，那我们肯定有机可乘。
明天我见到了你亲王，要是谈不拢，我担心他会提出我们承担不起的条件呢。哼，他能提个什么条件？他是个吃货，哦，吃货，他喜欢吃羊腿，我们羊腿有的是嘛。可现在我的父王以为我已经被明朝派来的皇帝。 皇帝派来的刺客，你看让你给我急的，话都说不清楚了。因为让刺客把我一，我们杀了明朝的皇帝之后，明朝要报夺君之仇，我的父王要报夺子之仇，那个时候一定会打起来的。大明的皇帝，杀了大王，到时候殿下你再出现，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等一下。 这个时候放飞鸽子是不是有点不太吉利呢？吓朕一跳！你怎么来了呀？谁让你来的？朕不是吩咐了吗？谁也不许到帐后来。皇上，您是起得太早了。那，你那俩侍卫还在打盹啊？哎呦，真是够了！这王公公不在，朕身边，连这点小事也没人替朕办好。万岁有何事？草民怨妇疲劳。 不知皇上放飞鸽子，究竟是所谓何事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朕不是第一次亲征嘛，就想放点生灵，向天祈福而已。万岁，从生态的角度来讲，要科学放生，哎，放不好就等于放死。你看，因为你放不好了，就会破坏这个生态平衡。别啰嗦了，朕放生的一定会活。好了好了。 咱们出兵吧，得现在离宣化府还有多久啊？哦，回皇上，我们路程赶得比较紧，只有半日的路程了。好，传朕的圣旨。啊啊啊啊！还在睡啊？三军拔营起寨，兵发宣化府去者。 转左，转左，哎，左左，对对对，转转转转转转转。启禀殿下，万岁的亲征大军已经到达南门外40里。这万岁可在军中啊？回殿下，您这不是废话？你说的也有道，啊，再三再报，准备迎接圣驾。是。 这一帮匹夫，什么时候才能有历史的美感？
岁。万岁，远道辛苦，书臣甲胄在身，不便施以全礼。老八，你给朕挑的这匹马，真是非常的棒，跑的是又快又稳。只不过这个胆子小了点，是在路上碰到两个冒充的老虎，受惊直接跑掉了，害得朕差点死在山里。臣罪该万死，万岁您受惊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个后来证明啊，想当老虎的猎户不是好刺客。多亏这个朱一品和东西厂的几个年轻人，朕才没有死掉。臣罪该万死，万岁您真的受惊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朕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其实啊，在猎户之前，早就有一个又笨又蠢的刺客进帐篷想刺杀朕，幸亏朕在御刺这方面比较有经验，没死成。万岁，臣罪该万万万万！别跪了，对膝盖不好。哎，有没有吃的呀？这朕都饿死了。有，来人呐！万岁，这北方粮食匮乏，但是肉倒是不缺。这漠北小羊腿，您当时在臣的府里吃过，还给了好评，不知您还记得否？嗯，朕都想死他了，您不找人给朕带一点？是是是，臣罪该亿万死。万岁，等我们拿下这漠北，打败了小王子之后啊，这小羊腿就是我朝之物，到时候烤之不尽，炖之不绝。说的没错，等朕吃完这羊腿，咱们就进城，啊，整顿之后，分兵马在城西四十里扎营，与你的先锋营成犄角之势，三日后发兵，打败小王子，吃尽小山羊。万岁御驾亲征，那必须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但是啊，万岁，咱们切不可耽搁，还是啊，速速安营扎阵为妙。为何？因为皇上啊，您从来到现在为止啊，一共说了11只啊，11个死字，平均每一句话就一个半，再说下去太不吉利了。咱们还是赶紧出发吧，速速出发吧。好吧。哇！快快快快快快走！这这这！哎呦呦呦！这这这这这！走走走走走！走，走！我来当把手，看什么呢？快帮我牵一下！刘大人辛苦了。刘大人，这怎么成阳光了？贬值了？什么阳光？这些都是宁亲王给皇上进贡的啊！赶紧带后厨去，让他们处理一下。哎，是，别弄丢了。还有啊，天黑之前他们就到城西大营了，赶紧做好迎接和保卫工作啊！是，快！来！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刘大人还成亲不？等一下啊，你把这个留下。行吗？行，祝您好胃口啊，大人。什么好胃口？去，好胃口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跑，快走，跑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啊！是小兔崽吗？快进来。哎。什么呀？不是，这是宁亲王给皇上进贡的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我给抱过来了。哎呀，简直比你还可爱呢！你说这话怎么那么不中听呢？这是给我吃的吗？肯定不是给你吃的呀。哎，我呀是怕你一个人在军营里寂寞，没人解闷儿，我军务又繁忙，陪不了你，给你带过来玩玩。以后我再也不扣你工资了。你说这话更不中听。干嘛呀？他有名字吗？我要不是把他抱过来，他早被人给吃了。还没名字呢，给他起一个。我想想，猪哥哥有一头驴，又倔又丑，他叫吕皇后。看我的小羊羔，又可爱又乖，还有股奶香味儿，不如就叫他杨贵妃吧。杨贵妃，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有文采？看你们以后谁还敢说，
在电视剧里，皇后都是坏人，贵妃才是。哎，别说。你说这几个词儿啊，都是要杀头的。我东厂的我了解。你还说我呢？你私自截获了宁亲王进贡给皇上的贡品，还拿来送礼。我没说你呢，说我人心叵测。哎，那叫人心叵测。那跛罗和匡不是一样的事情吗？狐狸精告诉我，遇到不认识的字儿，都念匡。行，匡匡匡，小匡匡。杨贵妃。哦，妃妃。乖。来人，在。外面什么声音啊？陛下，这可能是附近山上的某种猪。曾听说这种山猪肉质一品，兼有药用价值，能够治病救人。猪？好。喂马，把镇的那个什么走兽壶，玄天拿来。这要猎猪，猪。小鸭儿乖乖，把门儿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哎，这是什么歌？怎样，太可爱了。哦，对了，送你个礼物吧。这个丝巾之前是猪哥哥送给我的。不过现在我有新的了，就把它送给你吧。来，哎，小脑袋，小脚脚，还有只小羊腿，太可爱了。娘娘随驾亲征了，你傻呀？咱们朝哪有姓杨的贵妃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一只小羊羔，戴着红领巾，长这样。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刚才还带着大摆出去了，我已经通知后厨了，一会儿就把他追回来。你通知后厨干什么呀？他不是吃的，他是我朋友。来了来了，你们两个快去追，跑了一只小山羊，就算是跑了四条羊腿，万岁爷知道了，大家都吃不了，兜着走。他上哪个方向走了？这边。哎，你别动啊！你不要动，王妃啊！你。快去找吕大人，我不行了。朱大人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我让吕妃爱送了算了，不提了。你快去找这十万火急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啊，是。啊？什么时候？往哪边走了？走了一会儿了，小的怕出事儿，他来禀报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司令，你干嘛去？不是，我没空跟你解释，回头再说吧。走啊！果然会轻功，臭小子！
那个，找安安去了吗？按照大人的吩咐，已经通知了东厂的刘大人亲自去追了。不是，东厂，我不让你找西厂的柳大人吗？您说的是刘大人呢？我说的是西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说。那刘大人不行，他自己都保护不了。你这样啊，你现在去找西厂的柳大人，记不记住？女的。朱大夫，县上的柳大人也出去了。上哪儿去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话说打东边来这个西厂的柳大人，打西边来这个东厂的刘大人，咻的一下消失了。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去，你把我驴给牵过来。哎哎哎哎。你别摸他屁股啊！哎，行嘞。啊！现在是新鲜的，你们闻闻。前味是狗尾草，中味还有些许荠菜的味道。至于后味嘛，好像是马齿苋。你闻闻，你给我尝尝它。我这尝着，怎么里边好像少那个大白腐小木香油啊？不信你尝尝，是吧？啊，是有点道理。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让你们脚丫，谁让你们吃屎啊？安姑娘到底去哪儿了？台词信息量能不能大点？她翻过这座山，可就是漠北边境了呀！我们不敢看。看看，反正满山遍野都是小羊腿。哎，那个是皇上，那臣还有一计。什么计啊？刚才是内侧，现在我要公侧。走，一直站在干什么？那皇朝上邦，怎么能对蛮族低头？走到分离，越珍惜。